很多民众分不清佛教、道教和民间信仰。佛教以智慧和慈悲度化众生，破迷开悟，脱离六道轮回。龙主有善恶，善行龙为佛教护法神。现在不带你到景点，这时间都走了。寓教于乐，走完有趣的通道。从石桥穿越湖面，雕梁画栋，红柱林立。浓浓的东方风情，潭边另有北极玄天上帝庙。
手执七星宝剑，长 38.5 公尺，被称为天下第一剑。两旁站有风调雨顺，左右护法。岸边有启明堂、春秋阁。接着来到庄严的孔庙，临左营莲池潭的北岸。月池拱桥后方是万仞宫墙，9月28号是孔子诞辰，晋为教师节。东边的大钟与西边的大鼓有暮鼓晨钟之意。晋鼓一年只有在大典时即响一个小时。祈求金榜题名，学子们的祈福卡。大成殿供奉孔子的牌位，修身修心，成圣成贤，六道中的人道。崇圣池祭拜孔子、先世五祖和历代圣贤。孔子通晓六艺，礼乐射御书数。传授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，儒家尊奉的经典。非常棒的介绍馆。
儒学影响后世深具，中外推崇。孔子有弟子3000人，精通六艺者有72位贤人。思古幽情特色茶饮，一趟孔庙参访，领悟若要成佛，先修好人道。美丽的莲池潭，500公尺内有20余座的宫庙。环湖一绕，古今对照，看遍儒释道。